这次你的身份特殊，是家庭教师。我希望你可以尽快融入荣家，取得他们的信任，借此挖出荣定坤及荣氏的嫡系。大少爷好，我是新来的家庭教师。有劳了。还请先生独善其身，荣家这一潭浑水，不是你这样的人能趟得来的。她也不过是个女人罢了。可你喜欢她，她就成了可以伤害你的武器。难道我们之间就只有谎言吗？